侯队长，这么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侯队长，在。我恭喜你了。哼，小的不知喜从何来呀。尽管你屡次失误，贻误战机，给我大日本皇军造成了损失，但渡边机关长还是决定不追究你的责任。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？ 小的余端，经方子队长明示，因为机关长对你寄予了厚望，武汉警察局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。渡边机关长有心让你，侯队长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无人可用。众所周知，警察局长的位置是个肥的如油的差事，很多人对他垂涎三尺。这你应该明白，机关长一片两股用心了吧？明白，明白。 小明白，侯亮，只为胜任大业肝脑涂地，为渡边一样机关长鞍前马后，叫不尽犬马之力。好，为让你顺利配合我们剿灭那小分队的任务，我们拟的请求特别拨发一批枪械子弹。现在，你验收吧。是，谢谢。